悠呀，为森林，看不见。心不悠呀，三月，他的脸。家里遇到了好多变，的房间，爸爸在镜子里，快乐的脸。老师说，如果欲望能我少了一点，快乐就会多一些。爱是地球给我们的心愿，随时记在心里面。我用善良礼貌的刷眼，发现大家辛苦的脸。心如莲。